喂，没子弹！ 哇西妹！ 我们直接跳沙漠，硬怼，直接落沙漠怼人不厌。有枪吗？有看到，刚才把绿 AK， 开伞，完美落地。这把起码杀5个啊！我们再这么早拿到 AK， 加上这么菜，不要在那边跟我瞎逼逼，真的。你们蓝 AK 来一把，这个绿的不好使啊。 对枪啊！还敢丢我靶啦？你修个甲！哎，来，你没了，你没了，你没了！清起来！来 AK， 呼呼，小垃圾，还三级甲！你这么菜，别穿三级甲了，你不配拥有三级甲，兄弟。 三级甲，出声。喂，没子弹，哇西妹，你这 AK 纸糊的吧？看人嘞，看个圈，哦哟，还可以打一下，我们猥琐一波，剩余10名玩家，哎，移动，有没有土拨鼠啊？喂，请起来，哇，又一把蓝 AK 啊！ 感觉这里还有人呢，喂，有箱子，但我好像什么都不缺了。哎呦，有三级甲，怎么办？我把它藏起来，藏在树里，应该没人看得到。躲过来！封你妈！封你妈！哎，组队！干这个畜生组队！ 这两个畜生组队，还偷舔，你他妈！他有加杠，他想秒我，他想近距离开我，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压上来，把他带走，切起来！我是不是说过这把一定5杀？我没有说吗？他是不是？干他有金枪，他那 M4 吗？ 感觉是M4啊，我们只能靠我们睿智的把位来解决它。扔个把它阴他一波，等这畜生进圈滑到的时候，把它给崩了。哎哎，妈这畜生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完了！哎，这畜生不用跑圈的，我什么意思？哇哇，他有大狙。 甲没了，他被扁了，舔枪吧，这枪要舔吧，金枪你都不舔 M4 哎，哭啊，我们捡个护甲就绕干了，发了呀，兄弟。 能租，我们落学校舔了个蓝 AK， 还是哎呦，发了呀！这盘没十杀，说不过去吧？哎呀，又，你他妈，我被夹了，敢不敢少一点人？那个畜生在夹我，哎，他那把枪好像有点东西。 干你娘嘞！准备，艾迪，完了，有狗有狗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狗有狗，击倒一个击倒一个，干你娘完了！啊，他妈的羞辱我！击败呀！安全，安全，够实在，这把还干我还没有怼了两个，哎，在左边啊。 干又一队又一队，又一队又一队。
接下杠绕过来，一发入魂。编完了吗？下面一位，还有人吗？快递，有快递。等我先拉个血。这 AK 什么颜色？白的。有没有好一点的枪啊？我只有白枪哎，都白枪。那一群穷逼这么穷，你敢死？两级甲，注意了。下面有人。这怎么有点像电脑？这烂的有点像电脑。史诗狙击枪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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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们看看《动物大逃杀》里面的神狙都怎么玩游戏的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土拨鼠在哪？开打了，开打了。死光了。全缩了。我们这盘没有捡到靶啦。绷带也折掉。这什么东西？等下他妈跳出来！死了，他被我蹦死了吗？人呢？还有一队，让我用大狙狠狠的教训。原来我没护甲，我没护甲，靠呗！这个也太不明。来了来了。打到鸟，靠呗！怎么射不出去？这个人要削弱我！好烂的大狙！大狙也太烂了吧！加油啊！这游戏狙击是不是垃圾？船长干架，船长干架！有三个 B， 跟我一起往船长飞。稍微偏移一下，这没货。有货有货，蓝色冲锋枪，清起来。卡住，捡个药水，找个甲，找个甲就来虐人。死路了，刚左边很弱哦。看他有枪啊！这他拿下杠，低能儿。一个拿下杠的低能，拿下杠走在大马路上，你想蹦谁，兄弟？发了三级甲，这盘最少五杀，有没有人要来这条路上跟我对枪？小电视，快递来，低能儿，虐菜 ，AK 罕见，拿一把绿 AK 就想跟我斗，我只掉一格护甲，兄弟，我甚至不用喝果汁就把你给收了，来啦。换条路打架，干他那把有点猛啊，他那把是不是黄枪啊？空投来了，空投来了，蛮近的，要过去舔吗？打倒了，干，枪被舔了，亚吗？高速喝水，干，没蹦弹，完了，没子弹了。所以呢，蓝色冲锋，发了，小虎掰喽，被我灭喽。小虎你落哪？小虎。你有哪里可以逃？你还有几级可以逃？交货。奇怪，那巧虎飞哪？巧虎，往生喽，落地成盒。等一下啊！干你娘的点钱不？
干你娘啦，严凤君，他还看，他还羞辱我，他一定是看台啊，他看我在点天幕，直接从快跑杀了，那边跳舞羞辱我。